Hello， 大家好，圣诞快乐啊！而家到咗呢个西九龙高速铁路站啦。嗱，上次啊同大家讲过话嚟紧去呢个厦门玩，终于等到啦！哇，今日都好多人啊，过高铁站，可能真系星期六啊，同埋差唔多到呢个圣诞假期啊。嗱，呢度四张嘅去厦门嘅高铁费，一个人咧就200。搞2元。哇，嚟到呢个高铁站嘅候车大堂啊！哇，头先真系多人啊！我上一次去广州都冇咁多人啊！今日即系假期嘅关系，临近呢个圣诞节，啲人都放假，所以应该都个都选择喺呢段时间去旅行啦。我哋呢度3004嘅班次就呢度排队啦。啊，呢度龙几多人？嗱，睇下呢部去厦门嘅3004班次排到，哇，排到好后喎，一直向后，哇，去到已经去到嗰边啦喎，应该呢班班次应该都系满晒座噶啦。啊，终于开闸落去月台啦！喂，细佬，差唔多入闸咯，攞定啲飞未啊？喂，对号入座噶，你睇睇有冇攞错飞？哇，终于入啦！我哋4号车厢啊！啊！而家落到嚟啦，终于哇！头先好混乱啊，落嚟月台嗰个时候，个闸嗰个太多人啦。张噶，生日祝你噶。开车啦，准时啊，3:18。哇，都要坐4.5个小时，有排坐啊！大约用咗呢个10多分钟、15分钟嘅时间就出到嚟呢个地面的路轨啦，佢下一个站就是深圳北。哇！而家深圳都起紧好多建设，呢啲唔知系咪都系高铁啦，还是其他轻轨啦？而家到咗呢个深圳北站啦，嗱，呢部车就喺呢度停一停。哇！而家喺呢个深圳北站都停咗好耐，第一个站都有10多20分钟喎，唔知几时开车呢？成个厦门嘅车程咧，其实好似有700个站嘅。我就听啲乘客，其他乘客讲就话，最耐应该系深圳北站呢个站停得最耐啊！哇，细佬，我哋喺深圳北站都停咗好耐喎，都计翻嘅时候应该要8点钟先到呢个厦门喎。哇，其实成个厦门行程，你最想有咩惊喜呢？吓，动物园啊，将你想睇动物。哦，希望啦，希望可以睇到啦。哇，终于再开车啦，真系25分钟啊！计翻个时间，喺呢个深圳停咗。其实成个香港去厦门嘅成个火车路线，我要真系翻去香港查一查先知道，点解会喺深圳停一停，跟住又从呢个倒车又变翻呢个顺车咁行死。到你啦，以免列车晃动或前面的旅客移动座位。先生们，
快到呢、這個惠州站啊，惠州南站，惠州南站啊。都用咗大約幾多分鐘啊？十零分鐘啦、啊，喺深圳北路過嚟，到達咗呢個惠州南站。好像又沒那麼多人上車了，在這個惠州南站。不過聽說就在這個站就很快，很快就開車，沒有剛才深圳北那麼久。大約都是停了五分鐘，真的很快，可能真的沒那麼多人了。不過下一站都不知道去哪裡了。其實廈門呢，我其實第一次去的，所以整個火車的路程我都不知道什麼站的。哦，原來下一站是校門啊。哦，校門其實在汕尾那一邊啊。校門其實我去過的，不過就不是很熟，知道是汕尾那邊啦。现在接近4:45，系啦，乘务员都讲紧话呢个校门站咧将会到达啦，到啦，到咗呢个校门站啦。我呢个站应该唔系好大喎，睇落设施唔多喎，可能都系属于一个细站啊。冇錯，即係停多大約幾分鐘啊，三四分鐘啊。部車開始減速，到達呢個普寧站啦。而家时间是17:35，到达呢个普宁站。好快就开车啦！下一站就去呢个潮汕啊，大约都是20分钟左右就到达呢个潮汕啦。而家买咗两个咩面啊？番茄鸡蛋面啊！哦，小心喎、啊！系几钱一个啊？系咪25蚊好似？而家使唔使嗰一个先咯？嗰一个先食得噶。不过其他饭咧就买晒啦。你识开就帮我开。哇，辣唔辣噶？其实唔辣嘅。嗱，你试一试啊！如果试试好食嘅，咁我就买一个啊。好唔好食啊，细佬？啊？味道如何啊？得唔得？慢慢啊，小心啊，好熱噶！哇，應該睇落好鮮味喎，爽爽身啊，食到。嗱，已經到達呢個潮汕啦。啊，計翻個時間啦，而家18:05。由頭先西九龍15:20開車到而家，話都接近呢個3小時嚟到呢個潮汕站啦。
嗱，而家等緊呢個開車，下一站咧就去呢個漳州啊。不過下一站漳州而家同而家潮汕呢個路程咧，應該係最遠嘅。我睇翻個表咧，佢要接近一個小時先到呢個漳州站。到达咗呢个漳州站啦，比较距离远一个站。到达咗呢个漳州站之后咧，下一个站应该就系终点站厦门站啦，好快就到呢个厦门啦。啊，两个唔好挂住打机喎，到呢个漳州站啦，下个站就厦门噶啦，到噶啦，预备准备执拾行李啊！差不多到了，而家見到呢個園林博覽園啊，應該集美區嗰邊啊，過埋呢條將呢條橋咧，跟住就到咗廈門市中心噶啦。好啊，啲其他乘客都準備落車啦。喂，細佬，我哋到啦喎，預備落車噶啦，記得攞齊行李啊！而家时间19:45，差不多同佢预计到达嘅时间差不多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本次列车终点站厦门。好啦，乘务员讲啦，叫我哋准备落车啦。哇，终于出到嚟厦门站啦！啊，最紧要而家揾翻个的士站先，揾到的士站咧，再坐咯的士去呢、這个我哋住嘅酒店啊，中山路国人街嗰边啊，全贵酒店啊。啊，揾到呢个出租车嘅出口啦。嗱，呢度出闸啦！嗱，蓝色车票，我哋都系蓝色车票嘅。嗱，喂，我哋停一停先啦，攞车票先啦。嗱，得啦，我哋攞行啦，行啦，出啦。OK。咩啊？啲飛喺我度，俾我 keep 住啦！啲飛冇用噶啦，啲車飛嗱嗱排隊，我哋坐的士啦。我見到好多的士啊，所以應該就算多人都唔會排好耐啊。嗱，我今次我哋住呢間全貴酒店啊，就呢度啦。